灯。房间里的灯怎么不亮了？灯。天慢慢的黑了。地方。地铁。地图。地方。这个地方我来过三次了。地铁。我们先坐三站地铁，再走一会儿就到了。地图。我的手机上有电子地图。电梯，我们坐电梯上去吧。电子邮件，我晚上再给你发个电子邮件。东，你一直向东走就到了。东西，东，北方的冬天很冷。动物园，动物园里有100多种动物。短，这件事在短时间内很难做完。断，这段时间我很忙。锻炼，我每天早上都去锻炼身体。多吗？这里多么漂亮啊。饿，我饿了，想吃点东西。耳朵，我的耳朵有点疼，要去医院看看。发，你给我发电子邮件了吗？发烧，发现，头发，发烧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发烧了，发现。我发现他瘦了很多。方便，我坐地铁去上班很方便。放，把书放在桌子上吧。放心，放心。
请放心，我会把事情办好的。分现在8:30。分钟。附近。他家就住在公司附近。复习。考试前要好好地复习。干净。我把衣服洗干净了。感冒。我感冒了，要吃点药。感兴趣。小王对音乐很感兴趣。刚才。刚才是谁来的电话？个子。哥哥比我个子高。根据。请根据这篇文章谈一谈自己的想法。他这么说，是有根据的。跟散步的时候，小狗一直跟在我身后。姐姐跟妈妈一起去公园了。更他比我更喜欢游泳。公斤。我买了1公斤鸡蛋。公园。我家附近有个公园，我常去那里散步。故事。睡觉前，我都给女儿讲故事。刮风。今天刮风了，别骑自行车了。关。他关上了门。没关系。关系。关心。关于。关系。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。关心。爸爸很关心我的学习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的身体好多了。
关于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还要再想一想。国家，我爱旅游，去过几十个国家。过，今天我过生日，朋友们都来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要过春节了。过去，经过，难过。过去，奶奶经常给我讲过去的事情。还是，我还是在北京，没去其他地方。你还是吃点水果吧，别喝啤酒了。你是开车去还是坐公共汽车去？害怕，我害怕一个人晚上出门。航班，各位顾客，欢迎您乘坐我们的航班。黑板，请大家看黑板。后来，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。护照，你的护照办好了吗？